好，那个今天给各位的，我一样了哈，老习惯就是我的东西都有给大家。那所以你等下要下载档案哈，你可以在我的网站哈。好，这个大家上次已经知道在哪里了哈，就自己搜寻一下我的部落格。那今天给各位的呢，在这边，啊，研习推广右上角第一个连结，研习推广 My Viewport。好，那这个点进去呢？这个就是今天可能会用到的所有的 XMind 心智图档，啊，那所以讲义都在里面，你也不用抄。然后这是另外一家的白板软体，啊，提摩豆 HiTeach5，啊，然后这个是你们这一次上课的 MyViewBoard，啊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，请你把它下载安装一下，啊，因为你们的电脑之前都还原掉了，啊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一个是实物投影机的白板软体，哦，那实物投影机的软体了，哦，那所以它也没有限制说哪一个厂牌才可以用，哦，基本连你的笔电的镜头它都抓得到，哦，所以只要是有镜头都可以拿来使用。然后这是心智图的软体，然后这是放大缩小的一个小软体，哦，这我们常常尤其在远距课的时候，那远距课的时候有时候你画面给学生看，啊，学生因为平板面积比较小，啊，或者手机面积很小，它看不清楚，那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用到放大的功能，啊，把某个地方放大给学生看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小软体，啊，那所以请各位呢先依照你的需求，啊，先到这个地方去把你要下载的软体先下载回来，那不要一次打包下载，因为这样会蛮久，啊，看要下各位可以先把那个 Room It 下载回来，还有那个讲义。